在道场立牌位者，本身的真诚心是否直接影响超度效果？若阳上立牌位者没有发真诚心，虽然道场啊修学的功德很大，亡灵是否能得真实利益？这有一位居士，他的女儿有病多年，也到处挂牌位都没有什么效果，因他不知忏悔。 冤亲债主不原谅他，冤亲债主说他没有真心，他的真心啊，想着女儿的病，没有想着佛菩萨，不信佛。这些众生呢，是要他真心忏悔做功德。他请老法师慈悲开示，如何发出真心？因为类似这些问题很多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嗯、类似这个问题确实是多啊。那总而言之呢，对佛法了解太少，听经太少啊。业障深重的人呢，就天天听经，他也听不懂。那为什么呢？业障障碍了他。 佛来给他讲都没有啊，真听不懂啊！去所以《开经记》上说：“愿解如来真实义”，是谈何容易啊！啊，几个人能懂如来真实意？啊？啊，我们这么多年的熏习啊，这里面一点。 这些讯息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我们跟诸佛如来原本是一样的。啊，就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怎样才能懂如来真实意呢？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就懂了。 为什么你就是佛？佛对佛哪有不同道理？你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那就是障碍。你有三重障碍，所以佛跟你讲你也不懂。啊，天天读佛经也不懂。你所懂得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还是要放下。 啊，放下执着，你得一分；啊，佛的真实义，你能够明了一分；放下分别了，你能得两分；放下妄想，你得的是满分。你只要有障碍，你就不行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。 佛帮不上忙，菩萨帮不上忙，哪一个都帮不上忙，这你自己的事情。啊，所以佛经上常说“父子上山各自努力”啊，哎，就是说明谁都帮不上谁的忙。啊，佛再慈悲没法子，佛的慈悲只是把事实真相。 给我们讲清楚、讲明白啊！你能听懂几成是你的事情啊？那不是佛的事情。你得度，你成佛了，佛不鞠躬。那、啊、佛说：“这不是我的事情，是你自己成就的。你是自己觉悟，你是自己回头，自己忏悔，自己救死自己，度自己。”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！啊，佛对我们的正上缘就是一生示现的榜样。你真能看懂了，你就五体投地啊！你看不懂，那你的所作所为啊，跟他的方向恰好相反。 啊，这个事不可以不知道，尤其在现代这个时代，啊，学佛的同学们自己一定要知道，我这一生目标是什么，方向在哪里。 啊，我是希望往上上升呢，还是希望堕三恶道？啊，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最重要的纲领，就设法界里头的第一个因素，你要知道啊。我们从下面往上面说，啊，什么原因堕地狱呢？嫉妒成灰。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是不是还常起这个念头？啊，起这个念头自己晓得，将来肯定多地狱。啊，贪心、自私自利、贪个如烟，恶鬼道。啊，愚痴。啊，对于一切人事物，啊，善恶。 是非邪正没有能力辨别，把假的当做真的，真的当做假的，畜生道。啊，那人道呢？中平是善，在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。 五能五常、八德，人道啊！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把《弟子规》落实了，起心动念不离《弟子规》，来生绝不做三活道，那是人道。如果做的太好啊，你福报太大了，人家没有啊。 那就把你挤到天道去了，啊，你就到欲界天去了，啊，天道是上平舌善，四无量心，啊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、啊，啊，我们常讲啊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。 啊，加上个大字，那是菩萨了；没有那个大字，常常是慈悲喜舍，天道啊，再往上面去升文，四谛、圆觉、十二因缘、菩萨、六波罗蜜、佛平等。 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落在哪一点上，你就晓得你将来是哪一道的人。啊，平等心是佛道啊，啊，所以菩提心是成佛之道，菩提心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就是菩提心，无量寿经经体上。 那是成佛之道啊！那你心有染无？就不清静了；有高下，就不平等了；有愚痴，就不觉了啊！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教的是成佛之道。 啊，修学的纲领在经体上。啊，所以超度要用真诚心。啊，自己没有真诚心，自私自利。啊，对佛菩萨不恭敬。 到处道场做超度法事去立牌位都没有啊！不但没有效果，连鬼神都笑话你，都瞧不起你。啊，这是所谓是事情，无论大小，都要想想。 通不通人情，如不如理？如果说不如理、不如法、不通人情，世间人都不能相容。啊，佛门里头哪有这个道理呀、啊？啊，有人这个超度有感应，有人没有感应。 有感应是不他有诚意啊，他真的修忏悔，真的想改过自新啊。但是有些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忏悔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改过，这就需要听经啊，需要学教。 啊，那么真正改过自新最有效的方法，还是回归到三个根。啊，你真的去学《弟子规》，学《感应篇》，啊，学《十三页。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业障啊都能消除。 啊，这三样东西不是念的，不是背的，也不是讲的，是要做出来，业障才能消除啊！啊，做不到啊，消不了。 念佛要诚诚恳恳的念啊！念佛的时候，如同佛在啊，看到佛像就像看到真佛一样啊，听到佛的名号就像听到真正佛在眼前啊！我们业障深重啊，求佛菩萨了帮助。 求佛菩萨救渡我们。